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万通国际投顾林中祥为您制作的飙股急先锋。今天大盘当然继续涨，个股当然继续涨啊。今天有一个消息啊，这个消息是什么你知道吗？啊，说敦泰啊第三季大赔，这个认列这个损失，就是存货跌价损失，结果敦泰跌停板。哎，这关天域什么事情呢？天域第三季在赚钱呢，所以有一些猪八戒开盘就把天域卖掉了，啊，收盘的时候买不回来了。各位，哈哈，你们做股票这样做的吗？我不是跟你讲吗？主力筹码在搞什么？老师，上个礼拜五大盘很好，哎，天域来到133，结果跌下来，哎，因为敦泰的关系啊，结果敦泰今天跌停板，天域今天开低走高。我今天跟我的会员讲啊，开低可以买啊，你随便买随便赚了、啊，对不对？各位来看一下啊，打波也我们都用两个图啊，这样子会比较清楚。还有我啊，我的相片也要进来啊，4961的天域。对，你看，今天开低走高，今天开盘卖掉的人收盘收在最高，还收红。啊，老师，我今天现股当冲去买它赚钱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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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恭喜你，你没有卖掉就不错了啦。啊，老师，3545的敦泰跌停板啦！哎，不是有人告诉你什么技术面吗？基本面吗？牛肉面吗？拉面吗？什么？各位，哪那么多面啊？你面越多你死的越难看啊，对不对啊？4961的天域开低走高啊，你今天不要说多啦，你今天最低116啊，收盘 123.5 啊，你如果10张你把它卖掉的话，各位你今天就差了多少钱？你今天差了8万块钱啦、啊、对不对啊？诶，这里叫133呢、欸、这里也叫133呢、欸、好准哦，因为它配17块嘛，17块你知道吗？ 133 加17就150了嘛，对不对？你看底部有人吃货啊，这里有人吃货啊，啊就上来啦。啊，第一次碰到什么？这叫季线呢、欸、这叫半年线呢、欸、它已经率先过半年线了，比大盘都还强了、欸、大盘还没有过半年线，看一下大盘看有没有过半年线，看一下大盘半年线还在这里耶。我今天还有会员做当冲啊，买什么？各位，4968的利基，冲冲乐的冲冲乐，涨停板的涨停板，冲啊冲啊涨停，冲啊冲啊涨停。会员听好啊，这一支啊，只有数会有在做，数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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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看一下有没有数会啊？老师买利基110要出多少？当冲买110啊、哦？我跟他讲，卖一点冲可以冲到多少？116、118、117.5。还锁了4000多张涨停板，他赚6块钱，冲掉了，赚6块就好啊！哎，6块钱，各位也不要小看呢、欸。你看一下，还这个都没有人讲的啦。在以前我们买了以后4天4只涨停板的啦。你看今天是不是底部出量？老师，明天会不会涨停？今天涨停，明天不要追，好不好？明天有跌就买。那我告诉你，2498的宏达电。哎，老师没有涨停板，你给我闹鬼啊！我做了6趟，各位，我做了6趟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平台整理啊，准备喷出啦，对不对？哎，还有哦，既然宏达电会喷出2388的威盛，注意哦，我们做3趟赚3趟哦，每一趟都赚钱哦，小心明天会涨停哦。老师，那到底明天要做哪一支？做宏达电还是做威盛，还是做利基？哈、哦，还是做爱普？爱普投信开始买了、哦、今天量比较不够嘛，所以今天没有做啊，今天没有做当冲啊。
哎，明天在涨停板就碰到这里咯，半年线咯。老师，明天会不会碰到？加入我的推官就知道了嘛，讲那么多，跟你讲你也不相信，对不对？各位，好，看一下今天大盘。今天大盘，各位来看一下。啊、哦，大盘现在已经站上了季线了，这条叫季线吧，对不对？已经站上了季线。那最近很多投资朋友、很多老师啊、哦，为了收会员，那个星星猴子都出来了。哎呦，我星星赚了几趴，赚了几趴。老师，我那个8046的南电赚了很多 哦。对啊，你赚了很多啊，你早上去追嘛，跌下来了嘛，对不对？哦。老师，南电很强哎、欸，南电也冲到半年线了呢、欸，对，冲到半年线了，那你要去追对不对？老师有量哎、欸，我告诉你，现在啊、哦、大量之后要等量缩你再来买了。我跟你讲哈、哦，我跟你讲的话都清清楚楚了，对不对？3661的四星，老师我已经赚了200多块啦，200多块，今我跟你讲啊，四星明天有低就买。老师开高，开高不追。老师怎么个低法？对不对？今天收830，明天最好开800，800块你就闭着眼睛买，冲冲乐的，冲冲乐，对不对？各位就跟这个一样嘛。好、哦，各位，对不对？我们当初买800块，冲在845、846，手上持股续报，这样子赚45块，这样子也赚45块。啊、哦，隔天帮帮我全部出光光，我真的全部出光光。后来620又买，640又出，啊、哦，后来呢？后来我们在这里来说啊，590、598再买，617到619再买，啊，获利出一半，还有一半持股，对不对？各位看一下3661的四星。跟着主力买单，买在喷出以前，开放试作。好，我现在要讲开放试作，因为这个太重要了。我告诉你，美国涨了那么多，今天晚上会不会跌？正常，休息一下，不要说跌啦，休息一下行不行？休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嘛，对不对？那休息的时候，有的股票就不会动了。不会动的不会动，不会动的不会动，不会不会不会啊，动动动，不会动了不会动，各位，所以明天很重要。啊，明天要冲哪一支？老师，你有讲啦，明天冲那个威盛啦、宏达电啦、四星啦、爱普啦，啊，到底你要冲哪一支？你四支都冲哦，不可能吧？所以各位。02-7725-9668 你跟着我来，我带你冲。在股市里面你不能没有朋友啊。你自己一个人冲啊，你赚不到钱啊。我们大家一起冲才会赚钱啊。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很简单嘛。你看啊，今天它没量啊，所以它涨不上去啊。啊，涨不上去啊，明天啊，我们大家一起冲，我们大家每个人买个10张、20张、50张、100张，它就拉涨停了，对不对？6531的爱普，今天我们没有冲啊，啊，明天我们冲的话，就变成10000张，变成12000张，就涨停板啦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2498的宏达电，23000变26000，因为我的会员多嘛，大家一起冲，就会赚钱了嘛。2388的威盛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30000张变成10000多张，那、哎、没量啊。那你如果明天我们大家一起来冲，搞不好就涨停板了、啊。涨停板呢？涨停板呢？就跟这个各位，就跟这个什么一样啊、哦？就跟这个什么一样？就跟这个一样，4968。你看啊，本来6000多张啊，我们会员每个都进来冲啊。有钱的买10张啊，没钱的买2张啊，再没钱买1张啊。我会员又多啊，我会员几百个啊，每个人冲个10张就涨停啦、啊，对不对？各位，我讲的有没有道理？
看一下，是不是这个底部？是不是冲上去了？啊，是不是突破了这个叫季线？所以你不要自己冲啊，你自己冲冲不赢的啦。老师，我冲个两张，老师我冲个十张，你没有跟我会员一起冲，你冲不赢的啦，对不对？你要冲赢就冲这个嘛，6719的励志，对不对？各位也冲上去啦，你看一量也出来啦，5000张，6000张，你自己冲，你会赚钱吗？我没有跟你讲，技术分析，冲冲乐，冲冲乐。老师，明天到底要冲什么？冲威盛，冲宏达电，还是冲励志，还是冲利基，还是冲爱普，还是冲四星，还是冲利旺？利旺今天没量啦，对不对？各位，你知道怎么做吗？但是我只能这样告诉你，明天唯一不能冲的是3037，有高自己卖一下。明天不能冲的是8046，我先讲好哦，不要说我在这里哈、哦，明天有高自己卖，下来再买，冲冲乐的冲冲乐，冲冲乐的冲冲乐，对不对？我解盘跟别的老师有什么不一样？因为我都是讲隔天，我从来不跟你讲3个月以前、6个月以前你都没赚钱，你现在还想赚钱，对不对？2498的宏达电，你问我的会员啊，这里买这里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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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卖光光，下来再买，上去再卖，下来再买，上去再卖，每一趟都赚钱。我做了六趟，哎，其实不止六趟，汤小姐还做了4-5趟，光汤小姐就做了4-5趟，陈小姐也做了好几趟了。我告诉你，上个礼拜我们还先卖后买，好漂亮。我也做了7-8趟了，我每一趟都赚钱，我真的每一趟都赚钱啊！2388的威盛，我每一趟都赚钱，我没有套牢在那边等的，我就是要赚钱。尾盘1300多张，下面还有400多张要买，啊，明天搞不好换威盛涨停。老师，你跟我讲一支啦，老师我要参加啦啊！你说你要参加，啊，你每天在看4.5小时，你在干嘛？我在帮会员赚钱呢。4.5小时很重要哎，4.5小时不是来睡觉的呢，4.5小时是要来赚钱的呢。啊，你的老师不是很厉害吗？第一支撑，第一压力，第二压力，第三压力，啊，是怎样？不是说5%、10%要停损的吗？也没停损哦，涨上来就有了。哎，我不知道要讲些什么啊，要不然就那个三线翻多，三线翻空，一天到晚在卖台积电，从688骂到588，骂到488，骂到388，骂到388，我带会员买，我又赚钱了。难道不是吗？哎，你有本事你388去空嘛，你不是看坏吗？你不看衰吗？388你去空那就很好玩了，因为388已经变成450了啊。你不是说哦，这个三线翻空，哎，那你怎么不空呢？你怎么不空呢？我多希望你空啊，不是三线翻空吗？啊，那个软趴趴呢？软趴趴最近真的软趴趴了。啊，买那个小型股，买的股票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。啊，买了之后一根涨停去追涨停板，隔天就没有高点。
啊，隔天有高点不卖又跌下来，股票是这样做的。我问你，我讲股票有没有延续性？我不是涨了我才讲哦，我涨了才讲我就不要脸了，我涨跌我都告诉你，对不对？6531的艾普，对不对？各位，涨跌我都告诉你，老师这里一个 W 底啊，结果冲上去，结果220块这边冲不过去又下来，老师这里三重底，老师他会不会到200？如果会到200，你要不要冲？嗯，啊，不然你去空嘛，对不对？不然你去空嘛，一空明天搞不好就200了。不会啦，明天涨停板也还不到200了，这礼拜就200了，好不好？这礼拜好不好？这礼拜这样讲比较快啦。啊，老师，那我要做智源，老师做智源比较好做，智源差不多咯，这里会震荡咯。震荡了，这里会震荡了，卖不给我啊！老师，那我要去做四星，四星可以啊，跟着我做啊！老师，我要去做这个利旺，利旺可以啊，跟着我做啊！老师，我要去做金星科，金星科可以又收最高，跟着我做啊！老师，我要去做那个 M31， 恭喜你，今天当冲赔钱。恭喜你！哎，股票啊，不会做就不要乱做，4.5小时很重要啊。老师，那明天宏达电能不能做？明天会不会涨停？各位看一下，明天会不会涨停？有机会哦，因为这里的均线都要纠结往上了，量是还没有出来啦。老师，如果明天威盛涨停板，我就来参加你的会员啊。有机会啦，因为量要出来了，这个均线往上了。老师，天域低能不能买？可以。明天会不会涨停？不会。各位，我们都讲话要讲在前面嘛，对不对？老师，万一明天天域开低你就买，可不可以？老师，明天那个四星开低就买。最好多少？最好开盘800块我就一定买。老师，明天那个艾普能不能买？最好开低我就买。老师，开多低？178以下就买，就涨停板了，对不对？老师，那个宏达电开低能不能买？可以。明天会不会涨停？有一点困难。老师，威盛能不能低买？可以。明天会不会涨停？有机会，对不对？老师，我要做这个利基，明天会不会涨停？有机会。老师，利智明天会不会涨停？有机会。告诉你那么多了，那你明天要做哪一支啊？各位，明天要做哪一支？你有50万的资金打电话进来，我带你做，对不对？我让你赚钱，好不好？啊，跟着主力买，买在喷出以前。在股市里面，各位不能没有朋友啦，我告诉你，你没有朋友你就死掉了啦。啊，你自己做你赚不了钱啦。啊，你自己做你赚不了钱啦。你自己做你赚不了钱啦。你自己做你赚不了钱啦。各位，有钱人之所以有钱，做的和想的跟你完全不一样了。啊，那明天要做哪一支？明天要做哪一支？各位 ,3661 四星涨停之后，明天要做哪一支？各位，啊，明天要做励志吗？明天要做利基吗？明天要做宏达电吗？明天要做威盛吗？还是明天做个艾普？还是明天做个四星 KY？ 打电话进来。还是明天要做利旺？还是明天要做金星科？打电话进来，我带你做。各位，涨停板
就是你的。祝各位投资朋友明天赚涨停板，各位赶快看好哦，明天开放试做，打电话进来我才能带你做。在股市不能没有朋友，你自己做不会赚，跟着我做一定赚。祝各位投资朋友操作顺利，涨停涨停再涨停，谢谢。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你想赚钱吗？订阅理财周刊频道，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，从每天早上10:30到晚上10:00，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。你还在等什么？下跌不好，就是你。